您是否正在寻找一台性价比比较高的雅马哈高速贴片机？那我们这款呢是2016年的 YS24 贴片机，正好满足您的需求。它的理论速度呢最高每小时可达72000电，最重要的是它的价格比新机优惠很多哟。现在这台机器呢是我们已经保养完成准备出货的状态，现在正在暖机老化，大家可以看到整个机器的状态是非常好的，你买过去之后呢可以直接上线生产。这是一台标准的配置，前后呢各一个上料台，我们这台机器呢前后各60个站位，双臂20个贴装头，没有大固定的相机，比较适合打一些小的物料，并且我们是可以做到中英文自由切换的。它可以听到它在运行时间呢声音是比较小的，并且我们丝杆和导轨是没有磨损的。我们仓库呢有很多同样的配置同样的机器，如果你需要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雅马哈贴片机呢，欢迎联系我们获取报价哟。